在众人的见证下，由台中区监理所所长揭开红布幕，宣告飘书站正式成立。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的“郊游世界飘书”计划。 丰原、南投、彰化以及台中监理站共同成立飘书站，让民众在洽公之余也可以享受阅读的乐趣。成立这个飘书站最主要的目的是，让我们全国民众呢，啊，甚至于到我们这边来，呃，洽公的民众能够看到我们这边有这么多的好书，哦、呃，然后配合台湾飘书协会跟我们交通部、啊、所推动的一些飘书的活动，哦、啊，然后让民众来我们这边来看了以后呢，然后。 把这个啊，所有的这个书哈，传遍到我们全国各地哦，让大家啊，这个来共同啊，推动这个书香的活动。源自于欧洲的飘书活动，这几年在台湾持续散播开来，都是在公共空间设置飘书站，让民众可以自由取阅书籍，不需被程序和时间限制。阅读完毕，只要放回其他飘书站，就可以让好书不断分享。 呃，我们这个票书站呢，其实我们也有啊、呃，这个标志了哈。那书本里面我们有。 贴标签，甚至于我们也会贴，呃，也会盖我们台中区经理所。那其他的票数站其实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标章。那这些啊标章，看到这些标章哈啊，就是可以交换的。有到各地的有票数站，那你就可以随时的啊放置或者是取阅。没有想到在监理所办呃事情，还可以有那么多的好书可以看，呃，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措施。 建立所表示，未来也将鼓励驾训班以及客运业者一同加入飘书行列，也欢迎企业界或是公益团体共襄盛举，让民众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读本好书，让这股阅读风气拓展开来。记者杨春环台中采访报道。